不要以为土耳其只有冰淇淋，土耳其牛肉烧给你不同新滋味。那牛肉嫩吗？嫩。哎呀，那我来吃吃看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土耳其文字叫做 kumis， 吃了会肥起来。吃喝土耳其点心饮品，让你满口甜言蜜语。跟着查理芋头一起来去土耳其。周日下午2点，带您吃遍完遍大台北，明视 GO GO 捷运。